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地层邂逅战斗篇天使啦。那么今天呢，他又更新了泳装，这次更新的第二弹是那个春姬跟命。春姬是战斗角啦，命是紫渊。那我会先抽战斗角啦，然后抽到的话再抽紫渊吧。但是呢，我其实挺好奇的，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就是分开嘞？说真的，有一点过分啦，第一个失抽。如果你把这两个分开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抽到春姬，你就不能换命了。原因是他们两个转蛋的那个转蛋保底出来的那个徽章呢，是不可以共用的了。哦，第一个石头我还预报死，结果中了一个场景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有一点过分了。因为如果你氪金的话呢，你就是保底。就是想至少要出一只，然后另外一只就可以保底出来，结果不行了，就是因为它两个吃是分开的。哦，与红色牛尾，我挺惊讶，这个游戏的官方竟然会这么作死。哦，中了紫渊角哎，啊，可是我抽的是战斗角的石啊，结果中了这个锻造石。哦，又中了一个 UR 的场景，行吧，这个好像是加攻击的，刚好是我现在需要的。然后那个水属性的资源角呢，我暂时没有什么用到了，因为我你们知道的嘛，我之前抽到资源角那个叫什么 啊女神，那个泳装女神。我应该暂时会用泳装女生了，比起用这个。第三个是抽 boss 了，刚才看到没有红色的牛，基本上就是 boss 了啦。除非你有红色的牛，然后又有那个特殊的动画，我觉得应该是有特殊的动画才会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中这个词的角色或者是场景了。第四个是抽，目前到这里呢，其实还不需要哦。应该没了。如果你到那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没有红色牛，但是有艾斯呢，基本上也是中了。然后目前我差一点石头就可以再抽了，所以我去存了一下，然后就抽一个最后一个石抽吧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最后一个石抽，哇，看来是没了。哇，不是吧？这一次也是挺惨的，上次至少中一个紫渊角泳装女生，这个石头完全没有，反倒是中了两张别的，就是歪的那个场景跟歪的紫渊角，超惨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对，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如果你是 TikTok 的话，拜托帮我的 TikTok 点点赞啦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